就在那一年，我的经济又出问题，我的家庭跟师兄之间的感情外延的牵扯也出了一些问题，让我真的是苦不堪言。当发生这种代志的时候，当然我是感觉我是对的，伊做唔到代志的人，当然伊是爱给我原谅的人啊。虽然我是受证的委员，我做慈济那么久，我那么投入，听上人的话也听很多，但是真的知道要做到，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我也是慢慢真的在生活中一直去体会，才有办法知道啊，上人的话原来才好用。等你有所求的时候，那个小爱里面的纠葛就是在那边牵扯不清，跟师兄之间就是慢慢的到后来，其实不是原谅，不是觉得，是用爱，无所求无私的爱去把它化解。师父开这个菩萨道给我们走，菩萨是在人群当中修行，要忍下来不容易，因为其实慈济事很多，而且很忙。那对我一个上班族来讲，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压力，但是我都觉得只要是慈济事，我哪出来做，我都感觉我很欢喜的。我祈许自己在慈济的菩萨道上，休假做慈济，做慈济不休假。